我们来看一下此一题，此题在求 x 平方乘上 cosine x 分之一，当 x 靠近于0的时候，整个极限值会等于多少呢？那我们现在讨论一下 cosine x 分之一，大家都知道 cosine 的值域介于正负一之间，所以 cosine x 分之一也会大于等于负一，小于等于一。那在这个不等式里面，我如果同时乘以 x 平方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大家都知道嘛，x 平方是一个正的，所以在这个不等式里面乘上一个正数，则它们之间的大小关系不会跟着百变，也就是说，负 x 平方会小于等于 x 平方乘上 cosine x 分之一小于等于 x 平方。那我们在最左项负的 x 平方跟最右项 x 平方两个都把它取 x 靠近于零的时候，它的极限值呢会等于零哦。那左右两边取极限值都会等于零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夹几定理说，中间这一项取 x 靠近于零的时候，它的极限值也会等于零。